室的领导和来宾有副校长黄永林教授，党委副书记黄晓梅教授，副校长蔡洪生教授，副校长王恩科教授，党委副书记秦红教授，副校长彭南生教授，校长助理刘宗立教授，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王永章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教授，我们还邀请到了莫斯科体育学科学院副校长坎波夫斯基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请各代表团入场。现在入场的是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运动员代表队，整齐的步伐踏着无比的坚定，灿烂的微笑写着青春的热情，嘹亮的口号体现着强大的实力。祝愿工程中心的运动健儿们在本届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入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院代表队，赤子雄心，马跃当先，他们将在赛场上全力以赴，传承华师大最红的马恩精神。现在入场的是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代表队，创意放飞梦想，文化照亮未来。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运动健儿们，加油！现在入场的是文学院代表队，韩英举华，漫说文采自风流，潘越折桂，纵论肝胆穷昆仑。文学院代表队，加油！现在入场的是历史文化学院代表队，他们以又一修心，以坚韧练体，用传承与发展升腾光荣与梦想，期待再创辉煌。是计算机学院代表队，他们紧扣时代脉搏，立在科技的尖端，渴望汗水的挥洒，奋力拼搏吧，计算机学院。现在入场的是化学学院代表队，他们将汗水闪耀成璀璨明珠，必将为化院争彩添光。
在入场的是心理学院代表队，心在梦在，青春不败，心理学院的运动健儿们加油。现在入场的是少数民族预科班代表队，20个民族，20朵花，别样风采，昂扬斗志。现在入场的是生命科学学院代表队，灵动的步伐，活泼的气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科学学院必胜必胜必胜。现在入场的是公共管理学院代表队，公管英才，继往开来，公共管理学院代表队加油，赛出水平，实现梦想。现在入场的是出版社代表队，书业搏击30载，奋斗铸就荣耀，众志成城挥汗水，校运会上续辉煌。现在入场的是外国语学院代表队，阳光外院青春飞扬，活力外院共与辉煌，愿本次外院健儿逐梦扬威，再创佳绩。现在入场的是后勤保障部代表队，后勤保障部是学校各项教工体育运动的主力军，在历届运动会中成绩优异。现在入场的是华师附小代表队，附小有着省内一流的教学师，也有着享誉江城的教学质量。现在入场的是体育学院代表队，扬起迈向胜利的风帆，他们是最璀璨的明星，当站在起跑线的那一刻，全世界都在为他们呐喊，加油吧体院的健儿们。现在入场的是社会学院代表队，他们意气风发，精神抖擞，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对本届运动会的喜悦和期待。现在入场的是法学院代表队，他们的口号是慎思明辨，法纪天下，法学院加油。现在入场的是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代表队，
入场的是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代表队，中国之梦，华师之情，金管健儿勇往前行，期待你们在明日华师的赛场上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精彩，加油。现在入场的是美术学院代表队，飞扬的风采，高昂的斗志，美术学院将用色彩与激情绘制出运动会里最绚丽的色彩。的是图书馆代表队，这是一支团结务实的队伍，这是一支开拓奉献的队伍。现在入场的是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代表队，传中华文化，育国际友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率全校2000多名国际学生，助我校2016年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学院代表队，大成正国，公行天下。正国院是全国政治学研究重镇之一，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形成本硕博留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现在入场的是教育信息技术学院代表队，他们秉承信为人本，技以勤修的理念，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借力教育信息化，以技术应用、国际合作为特色，勇于担当、锐意创新、实干创业，走出了一条学院、学科、学生同命运、共发展的道路。现在入场的是信息管理学院代表队，梦构长林，一阵雷霆，魂铸长城，坚不可摧，今朝华师风云会，我为信管争光辉。现在入场的是音乐学院代表队，教学、科研、艺术一体国际化，开放、继承、共享、创新，美丽音乐魅力无限。学院代表队，承载梦想，寰宇飞扬，脚仗国土，兴化四江，祝城环健儿们再创辉煌，魅力城环，精彩相传。现在入场的是教育学院代表队，他们是一支敢于梦想、勇于拼搏的团队，携笔从戎立汗马之功劳，教书育人立鸿鹄之志，运动场上的他们也一定能铸造自己的辉煌。现在入场的是教师教育学院代表队，
现在入场的是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队，他们致力于打造文化科技教育产业，全力保障学校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现在入场的是党政机关代表队，他们始终致力于提升服务质量，实现管理水平上台阶，为双一流大学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现在入场的是校医院代表队，他们巾帼不让须眉，英姿飒爽，他们勇于拼搏，忠实地捍卫着健康卫士的荣耀。学院代表队，现在入场的是新闻传播学院代表队，他们铁肩担保，妙手著文，他们活跃于新闻现场，见证各项历史时刻诞生，他们英姿勃发，用忠诚和责任书写当代新闻人的风采和风貌。现在入场的是数学与统计学学院代表队，做人生强者，为数院争光，数统学院师生就像紧紧相拥的同心圆，将在运动会上共同将梦想的极值扩向人生的无限。现在入场的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代表队，格物致理，卓越成器，这是物理人的坚持，华大物院铸就辉煌，这是物理人的追求。国歌。
请礼仪队退场。请运动员代表宣誓。我宣誓，遵守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比赛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胜不骄，败不馁，以饱满的精神参加本次运动会。宣誓人刘姿君，宣誓完毕。请裁判员代表宣誓。我宣誓，坚决服从组委会安排，严格遵守裁判规程，圆满完成裁判任务。宣誓人刘哲，宣誓完毕。请向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校长彭南琛教授致辞。亲爱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裁判员、老师们、同学们，晚上好。在这秋高气爽的美好时节，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校运动会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校党委、行政对运动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对精心筹备本届运动会的组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体裁判员、运动员和参加文体展示的师生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体育运动是衡量国家、民族繁荣强盛的重要标准之一，学校体育是育人的重要环节，我校一贯重视体育教学。近年来，学校尝试以体育俱乐部为载体的教学改革，已经开设了包括舍兵、击剑、动感单车在内的俱乐部41个，基本上满足了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个性化需求，有助于同学们养成运动爱好，并使之成为生活习惯。同时，我校学生竞技性体育也取得了突破，其中体育学院和然然同学在第14届世界健美体操锦标赛代表国家队获得团体冠军及有氧舞蹈赛亚军。我校学生王泽康、李英辉分别获得全国羽毛球冠军、混双、女双冠军。学校啦啦操代表队也代表中国赴悉尼
参加了洲际杯拉力操锦标赛，并获得大学组冠军。今晚开幕式上的文体表演是我校数科，尤其是体育俱乐部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此我诚邀各位来宾和全校师生一起观赏，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全体运动员为取得好成绩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希望组委会精心组织，裁判员认真负责，运动员顽强拼搏，文明参赛，努力办出一届精彩节俭的体育盛会。最后玉蜀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请协办单位物理学院分党委书记陈黎明同志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在这孕育希望、收获理想的金色时节，在这秋风送爽、灯光璀璨的美好夜晚，我们共同迎来了学校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体育是力量的角逐，是智慧的较量，也是百年老校新春焕发、永续活力的展示。作为本届运动会的协办单位，物理学院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将全力配合学校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开成文明、团结、和谐、有益的盛会，学习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共同助推学校改革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最后祝全体运动员赛取好成绩，也预祝本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请副校长黄永林教授宣布运动会开幕。我宣布2016华中师范大学运动会开幕。开幕式既定程序完成，请各代表队到观众席就座，接下来请欣赏开幕式文艺展示。小时候很爱吃西瓜，然后梦想就是嫁给一个种西瓜的，然后就有吃不完的西瓜了。还是想长高。除了西瓜还有很多好吃的，吃高乐高，喝牛奶，然后哎，好丢人。能给我打个码吗？本科大一新生，我第一志愿就是华师嘛，我是个搞艺术的，所以来这边学点技术，当一个懂点技术的艺术家。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当外交官为国家发声。想当医生呀，给病人治病嘛，挺好的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哪个地方需要老师，我都可以去哪个地方。上这里也算是满了一个心愿。我小时候的梦想当一名科学家，那个没有走下去。小时候的梦想和长大的实际所做的事情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家庭环境啊，然后包括学习的环境啊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影响。
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耍酷耍帅换不停风格。想想，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为的现在能把我照亮，这不太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说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嘿，TFBOYS
我们上场以后呢，肯定要走一个队形。加油！加油！加油！十五。表演，我们必须是呈现一个最棒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28个人在场上，那必须是这样的。Four, ready, go. 1, 2. 气势要出来，精气神要出来。老练，然后那个腿都会青啊什么的，硌得特别痛。一定要两个手同时去接，一个手会很痛。再来一次，走，非常漂亮。这难不住是吧？这也再难不住，你就别主修篮球了。漂亮。腿伤怎么样了？你这几天做动作就不要太过了。自信高雅，魅力无限。左手转。走，1、2、3。因为名额的限制，很多人都没有上台的机会。但是大家都坚持来训练，做好随时做替补的准备。老师，我今天手伤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个你要赶紧去治疗一下，然后最后顶上去，好吧？啊，我觉得挺累的，但是收获很多。Yeah.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我们要藕断丝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can see it. Everyone else but you. 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lift your head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伤口，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
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都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看见心放逐的路上，点亮生命的光芒。
想说却还没说的
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全体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倒流，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可以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又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请你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越过山丘，白了头，喋喋不休，我遇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倒流，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喋喋不休，是不我与的哀愁。
知道我们的华师有上千名的留学生，我们的社团 model 这一位来自于非洲的佛得角，一个漂亮的国度。希望今天我们的运动会，你们也可以感受异域的风情。乌兹别克斯坦的同学漂不漂亮？哇！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和掌声！猜猜这位帅哥来自于哪里？漂亮的小岛，欢迎萨摩亚的同学。这一位王子来自于蒙古利亚，以及他的公主。最后向您缓缓走来的萨瓦迪卡，前面的那一句问候，你们会说吗？哦，哈尼亚塞哦。我们留学生，亲爱的同学们，因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一家人，用他们最热情的礼仪向大家问候。原汁原味来自于我们华师，因为我们现在的华师已经遍布全球。如果您觉得您身边的留学生、您的同学特别特别的可爱的话，再来点尖叫声鼓励一下好吗？想不想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哇哇哇 ！Idol Idol， 一 solo， 这是一个在他们国度求婚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去到浩瀚的大草原，来自乌兰巴托的问候。这个你们就熟了吧，哥哥叫什么？哦，耶，可以一起来问候他们一下吗？预备起。接下来也是来自于我们的邻居泰国的同学，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哎！我们的留学生用他们来自家乡最尊敬的问候，问候所有的华师人，祝福大家今天晚上过得开心。现在您看到登上舞台的就是今天开幕式，您身边来自于华师的莘莘学子。再次用热情的尖叫声给他们好吗？武术的青春修炼手册，击剑队、健美队，一个个鲜红的脸庞就在你们的身边。今天来到华师2016年的运动会的开幕式，你们告诉我，你们开心吗？留下精彩的一瞬，这个时间请出我们的校领导一起来。把你们青春的双手举起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花市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花市人的双手给我看一个，跳起来 everybody。最棒的合唱团，双手再高一点，这个时间请上我们的校领导，留下精彩的一瞬。哇哇，不去 hustle everybody， 华师的手在哪里？嘿、hey, ，让我看到青春的尖叫声。I say one two three， make some noise。One two three。青春的脚印在华师。今天是2016年11月3号的夜晚。欢迎我们尊敬的老师，这边还有我们最棒的篮球队，双手举起来，右边的朋友，在寻梦的路上，我们倔强的成长，这就是我们华师人的个性。记住今天晚上2016年11月3号的礼拜四，我们在华师，欢迎所有大一的朋友，大一的双手。你们想要校长和你们一块跳舞吗？所有的同学，你们还想跳舞吗？把你的板凳起来，起来！Yeah, yeah, yes, that's the step。 我们一起走下舞台，一起来跳舞，叫上我们身边最可爱的老师，一起来共舞，跳出华师青春的节奏。OK， 我们为了所有的今天的开幕式能够安全，这个时间要请出我们所有的演员呢，都安全的走到我们的操场上面。你们还想跳舞吗？还想有华师人青春的荷尔蒙吗？今天来了两位学长，第一位就是我，先来点尖叫声给我。作为武汉有两个字送给所有的学弟学妹，就是华师精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我们到台下，因为我们要保证安全，邀请你身边最亲爱的老师，如果你们还想跳舞的话，请出另外一位学长放点音乐，我们一起热闹一下好不好？当然首先要请大家先安全地走到我们的场地，待会儿来照相，有的是时间好不好？ OK， 我倒数10 9 8 7 6，Ladies and gentlemen, 把
小板凳放一放，跳出我们华师的节奏 ，Make some noise。小老师，把我的麦克风再大一点。现在我们来到桂子山，人生的路程有太多的山丘，希望所有的朋友第一步从华师开始 ，Let's dancing。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时间我想听到留学生的尖叫声 Make some noise Make some noise I say 话 You say 是话话 I say 话 You say 是话话话话保持节奏跳起来我们一个团队一个团队 solo 首先是健身操 Wake up wake up Put your hands up! One team, one team of solo. And you can see it till you believe. On the edge of infinity. Feel the rush. Under the lights on the highest stage.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健身操的团队的 Thomas Thomas 秀泰没错这里是华师我们的母校再给我们的母校一点尖叫声你们喜欢华师吗 OK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个团队武术哇哇哇 Chinese 功夫 Chinese 功夫美三种 Yeah 爱谁话 You say 是话爱谁话 You say 是话爱谁话 You say 是话I say I love, you say 花是 I love her. 接下来的团队，有请我们的青春毕业班。哦，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记住你们的青春在桂子山下留下精彩的一页。哇、wow, 首先是我们的学霸秀泰 It's popping popping Don't forget 爱谁话爱谁话爱谁话是爱谁话是爱谁话话花花结束哎 Shadows in my hear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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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boys and girls It's teens show time You 们的双手呢后面的我们看一看校长的双手在哪里我们看一看校长的双手在哪里我们看看校长的双手在哪里来点尖叫声给校长谢谢接下来有请跆拳接下来有请跆拳跆拳Shadows in
CCNU, my mother's school. I love 花式。还有留学生，靠近一点吗？待会我们要留学生也有个 show time。OK,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再次来点尖叫声给我们的跆拳道，年轻的霸气来自于华式的跆拳道。接下来这个运动来自于奥林匹克，他们的名字叫节奏，他们的名字叫 It's GJ Showtime。不要忘记我们的规矩，看到摄像机秀出华式的 fans。 I say 话 I say 话 I say 话 I say I live You say One more time I say 话 I say 话 I say I like You say。 接下来有请漂亮的华式的女生，还有我们的留学生 ，Are you ready？ 外套要不要脱掉？外套要不要脱掉？It's a supermodel。我想问问中国大学里面最漂亮的女生在哪个学校？中国大学最漂亮的女生在哪个学校？我要听到这个学校的全名。最漂亮的女生在哪个学校？接下来是我们留学生表演的时间。哇 ，Welcome Welcome Solo Time。Lady first, lady first。 我们要挑哪一个？挑最瘦的那一个好不好？ OK, yeah, it's your show time。 最瘦的，MC, MC。 I love CNU, CNU。 我们再挑一个最帅的，最帅的Show time! Whoa! Whoa! Hip hop, hip hop! 中国有很多留学生，哪个学校的留学生最厉害？哪个学校？我要听到他的全名。哪个学校？我要听到这个学校的英文全名。哪个学校？哎，不对哦，再来一次。哪个学校？ What's name? What's name? No more university。 哇，迈克杰克逊的妹妹有没有？这个时候就叫做中西文化的交融。支持中国队的尖叫声，支持外国队的尖叫声。 No No No, 今天晚上只有华师队的尖叫声。十秒钟，再来一次。今晚只有华师队的尖叫声。来点尖叫声给 DJ， 2004年毕业于华师的 DJ Soul 学长，学长帅不帅 ？OK，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慢慢的保持我们华氏人的面貌，保持现场的秩序。我们的 party 慢慢的要进入到一个尾声。谢谢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我们最亲爱的老师们。记住，今天是2016年我们华师的运动会的开幕式。再次的要感谢所有在舞台上以及在台下支持我们华师的每一位学子、每一位成员。记住，人生的道路它有太多的山丘，第一个山丘我们就在桂子山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序的合影，不要都上，不要都上，我们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来。OK， OK， 注意安全。好，我们的留学生团队可以带领我们的留学生可以到台下稍事休息一下。这是一首励志的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今晚好梦，记住你的青春在华师。我还想听到华师人的尖叫怎么办？晚安。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融化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和阴暗。你是如此勇敢又坚强，那样全部。